同学们，大家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服务业管理第十七讲次，主题是如何与顾客互动的一个第二部分。那我们今天一样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严瑞严老师帮我们说明。好，谢谢张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么很荣幸呢，来到这边和同学一起讨论这个主题，谢谢。谢谢严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代目标呢，就是专注于在如何透过电话来服务，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要说明了透过电话呢来服务顾客的一些技巧，包含了电话礼仪、讲电话的技巧、拨打电话的一些指导纲要，以及呢使用电话作为客服行销的工具的一个应用。首先，我们来谈谈如何透过电话来服务。这第一个部分就要谈到电话的礼仪。那公司跟顾客的第一次接触呢？往往都是发生在电话当中，所以要让顾客呢对你和你的公司有正向的评价，那么你在电话当中啊就必须要表现出具专业性，那么呢对客人呢有注意啊，并且呢谈话具组织逻辑性，而且倾听还有反问相关的问题呢，在电话沟通当中呢也显得有特别的重要。那因为呢你无法在电话的那端的人呢的肢体语言把它看得到的，所以这完全必须要透过电话的语义来做判断。那底下呢有一些讲电话的一些技巧，我们请严老师帮我们说明一下。好的，那么我们在使用电话来作为商业用途的时候呢，是有许多呢我们应该做还有许多呢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下面呢我们会整理出九点来跟同学呢来讨论就我们在打每一通电话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建立顾客的信心和他们的信任。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展现出乐于助人。那么通常顾客呢是没有什么耐心来等电话，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电话响三声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接起来。如果说我们拖太久的话呢，顾客呢就会挂断我们的电话，然后呢就打别人的电话了我们的生意呢也就跑了所以我们的快速反应呢就意味了未来你会不会提供一个快速有用的服务所以不论呢你是在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说呢正在说话那么我们都要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迎向客人他的一些来电。那么我们要用乐观开朗的口吻来介绍我们的公司，介绍我们的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传达出我们的诚意。透过电话呢，我们所说话的声调跟语气呢，就能够传出我们内心的一种诚恳我们的热情，以及呢由衷渴望我们提供一些服务。你的声音跟语调呢，会泄露出你现在的心情跟你的感觉，所以呢务必要使自己的语调呢来符合顾客他想听的目前这个情境。那么专家呢也建议说，我们在电话交谈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保持微笑，虽然说顾客呢看不到我们的微笑，但是呢却可以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呢可以感觉得到。那么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全神专注，如同我们跟顾客面对面互动的时候呢一样，就是我们在电话里面呢也是要给予顾客非常专心的一个关怀，跟展现出呢我们对这位顾客他的重视。在讲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消除各种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的因子最好呢就是把门关起来，远离噪音，并且呢专注集中精神在对方的对谈里面你可以想象电话那端人的一个脸谱，那么这样会有助于说让自己呢更为的专注。主动倾听在电话交谈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不到顾客的肢体语言，所以呢就必须要仔细的聆听他的内容，而且呢适当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再一次陈述跟顾客对话的内容来总结他的一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不轻易让客人呢在电话线上等候。让客人在电话线里面呢过长的等候，是客服里面呢最常见到的顾客抱怨
如果说我们要让顾客在线上等候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解释原因，而且呢征求他的许可。如果顾客同意要等待，那么我们就要估计可能等待的时间，并且呢时常回来确认顾客是不是呢愿意继续等候。也必须要避免呢顾客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切断了通话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那么第五个就是讲话呢要很明确，当与顾客用电话交谈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清楚明确的文字跟词语来描述它。比方说我们在向顾客介绍运动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的一些词汇就如同独立气垫筒或者是优越的支撑力等等就是我们要记得在电话里面的顾客呢，他是无法看到无法摸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口语的描述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达成这笔生意。要使用正确的语法和简洁的语句不要用太复杂的文词因为电话里面谈事情呢很容易让人误解，所以呢要时常确认对方呢是不是真正明白我所说的内容。在电话里面呢，顾客最喜欢与他们形态相近的人说话所以呢就要用快速评估顾客的讲话风格，以便呢来配合他们的一个风格。如果说顾客说话很慢，那么你就要降低你说话的速度如果说顾客呢他想要听的是重点，我们就应该减少玄欢或者说一些加长的一些语句。当顾客呢想要小聊一下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呢做友谊性的一些聊天。那么第六点呢，就是我们要避免过分的亲密有一些员工呢在运用电话做促销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呢，会犯下以下的一些错误，特别是为了想要快速跟顾客建立一个关系而采用一种不太正式的一种对话比方说我们会装熟，然后呢省去了客人的姓氏而直接呢称他的名字或者是贸然的呢开一些小玩笑我们要知道在电话里面如果有陌生人不熟的人直接讲一些很亲密的话或者说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大多数人呢他是会有反感。有一些员工呢为了想要快速跟顾客拉近距离而用类似好友很熟的朋友这样子亲密对谈事实上呢这是会冒犯到对方的如果那么不是那么熟的话呢，多数人还是喜欢呢就是称呼他的姓冠他的先生比方说是张先生陈先生等等。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展现自信了当你在电话里面和顾客谈论到产品服务解决方法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用你的话语作为基础来决定。那么展现你对相关资讯的了解和自信呢，能够使顾客相信，那么依照你所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做这样一个生意。如果说你不知道顾客他提的问题的答案我们要诚实的来回答，或者是说呢尽快的呢找出问题的解答，而且呢回复他。第八，就是要避免电话的转接如果说你打过去的电话一直被对方转接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呢，一定会相当的不悦要知道说每一个转接呢都会使顾客呢增加一份的厌恶感特别是如果顾客呢还要每一次再重复上一次所说的问题，他的账号他个人的基本资料来做确认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尽可能就在自己手里面呢就处理掉顾客的问题了如果说你真的有必要要转接给其他同事我们也可以参考下面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向即将处理这通电话的同事呢很详细的说明这位顾客他的状况这样的话呢，顾客就可以不必再一次的重复再一次的叙述他的问题了。第二个，如果说能够处理这个问题的员工当时没有空我们就可以询问顾客是不是再过比方说10分钟15分钟再打电话，或者是说稍后呢我们来打电话给他，
如果方便呢，我们也可以提供负责同事的姓名、部门以及呢直播的电话，以便利对方呢再拨。然后呢，记得要写一张便条纸，叙述顾客的问题，然后呢传递给就接手的同事。第九个就是要立刻回电。当你承诺要回电的时候呢，就要快一点的回拨啊，并且呢利用这个打电话的机会来推销其他额外的服务。假如说顾客他来电的时候呢，你没有空接电话，那么就应该尽你的努力呢，在当天一定要回复。假如说你无法在当天马上回复的话呢，也请找一位同事在24小时之内呢，一定要代为回复。即使是向顾客说一声我们会尽快回电也都记得要做这件事情。好的，谢谢我们尹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那么在拨打电话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指导的纲要。因为拨打电话给顾客是一项非常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所以应该要特别的谨慎。无论是回答客户的问题、介绍新产品或进行市场调查，或是其他商业目的等等呢，我们最好能够遵守我们等一下说的一些准则，这样会比较容易成功。第一个，尽可能的亲自打电话，请你的助理打电话给顾客，意味着这位顾客的重要性不足以让你亲自回电。第二，事先做足充分准备，那么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清楚，就可以集中呢这个注意力来倾听顾客。那如果你认为需要一本参考手册，那最好呢就带在身边以便查阅。第三，那么即使拨这通电话呢，一定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也不要拖延，因为通常人们呢等待时间越长呢，就会感到越焦虑，不要让客人感到很焦虑。第四呢，就选择在适当时间打电话。那么通常一大早、午餐时间或下班前，其实这些呢都不是拨打电话的好时机，这时候客人可能都在忙。第五呢，当你在回电的时候呢，表明身份，说明你回拨问题的原因和询问对方是否方便讲话。如果不方便讲话，那询问方便的时间呢，你再来回电。第六，就是要坐直坐挺，那这会让你保持一个灵敏性如果你躺在沙发上这样轻松的讲，可能客人也听得清楚的，也能感受到的你的一个不经意。那第七呢，说要真诚、友善、体贴周到，并且呢，永远给顾客正面的陈述。例如，不要说我们不能保证符合你要求的交货日期，因为我们的供应商呢不再提供这个产品项，而要改说呢，我们固定配合的厂商呢不再提供你供应的产品，我们呢将会另寻新供应商之后呢回电你，并告诉你可以的交货日期，就会比较正面积极。第八呢，就要记住你的客人是忙碌的，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在一些不需要的资讯上面。第九，鼓励你的顾客多说一点，特别是想要征求这个他们对于你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看法的时候呢，那尽量不要打断，让他们尽量说。第十，要记笔记用开放式的问题呢去让顾客讲得更多并多用使用我们了解或我知道等呢来表明你正在聆听他的一些谈话。十一，要重述顾客的话，以便来确认呢你听到的解读是对的。十二，电话结束时要这个做一些重点的汇总为你们的下一步征求同意询问是否还有其他的协助，并感谢呢顾客愿意花时间跟你来做讲电话。那如果你的顾客不需要你急着回电可以考虑使用电子邮件或简讯呢来取代打电话，因为这类的沟通呢比较沟通方式比较没有打扰性，那客户也可以选择他们方便的时间来回复。此外呢，当你必须对顾客进行一些所谓的语音留言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几点。第一个，要清楚并慢慢地讲述你的姓名、公司和电话号码。第二，如果呢留言语音留言呢很长的话，就要先讲第三，解释你回电原因，并且带着笑容呢，以具信心的一个专业方式的语气来讲。第四，你正面积极的态度呢，将会促使你的顾客愿意来回电。第五，如果你的顾客不喜欢听留言，就不要用语音信箱，就改用简讯或这个请顾客回电。那么第三呢，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行动电话的一个讲讲的一个方式。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啊，要没有手机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要大家不用手机是非常困难的。手机呢，让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那固然是现在社会令人惊艳的一个产物，但若是不小心或不适当的使用，那后果也是很恐怖的。在与顾客谈话的时候呢，或是会议的时候呢，中途打断去接听手机呢，是不礼貌也不专业的行为，因为这违反了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说你要让顾客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所以当你与顾客在一起的时候呢，请确保你的手机声音呢是关闭或是这个震动模式。那无论你是在跟顾客共进午餐，或是在一对一会议啊，或是零售商店商铺来销售，建议呢可以用下列一些准则，以避免手机的使用阻碍了你跟顾客的一个沟通。第一个，你可以把手机呢放在角落。三个可能放置地点，可能是钱包、腰带或者是口袋里。若你的手机设定为震动模式，如果有电话打来的时候，不要立刻查看是谁拨的，等空档了你再去回电。第二，要选择一个专业得体的一个铃声，不要选一个很奇怪或很幼稚的一个铃声。第三，那么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桌上，因为你把手机放在桌上，意味着你在跟顾客交谈的时候是在正在等候别人来电，那么应该要把你的注意力呢集中放在你的顾客身上才是的。第四，就要赶紧结束通话，不要让顾客等待。如果你在讲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位顾客向你走过来，也要避快把这个电话挂断。第五，当顾客在旁边的时候呢，就不要拨打手机电话或是收发简讯。那即使你不是正在服务这位客人，那讲手机或者收发简讯呢，也常常会惹恼旁边的顾客，因为这意味着你是个漫不经心的态度呢，在跟他做生意，或者是你可能就看不起这位客人，会让客人有这样感觉。第六，接必要的紧急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有重要的业务或紧急的私人电话来会拨来，那你事先告诉你的顾客，待会可能会用电话重要的电话。并请顾客要能够体谅，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离席时暂时离席，请这个同事来协助服务。第七，在客户面前不要戴免持听筒的无线耳机。如果你跟顾客交谈或会议的时候戴着耳机或其他手机的配件，那这意味着将会有一个比顾客更重要的人来电，来打探你们之间的一个会议。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电话呢，它在当前呢，我们常把它用来当作客服的一个工具，那这是如何来妥善运用。50年前啊，我们的这个祖父母可能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用打电话给这个银行并且呢来核对银行中的我们的存款账户余额或者网络上做借贷的一个金额，或者跟别家银行互相转账等等。特别是电话另一端接听的电子设备不是活生生的，而是一些这个电脑资讯系统。那今日的电话系统呢，特别是与电脑资料库软体相连接的一些系统呢，已经有了非常惊人的一些成熟发展了。第一个就是促进营收的成长。那么当顾客致电一家大公司，他们通常是拨打免付费的电话连接该公司的这个客服中心的互动式语音应答系统。那互动式语音应答系统呢，会引导来电者，那么透过不同选单呢来达到这个来电的一个目的，那么可能就进入自动回应问题的机制或者是把电话转接到最适合的这个真的人来接听。那么在客服中心呢，以电话接单的这些客服人员常被称为是电话行销专员。那许多公司呢也会训练这些电话行销专员在一些可以提升营业额的一些技巧，例如像是交叉销售 cross selling 或者是升级的销售 up selling。 那有关这部分呢，我们请严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是的，我们现在呢就来先谈一下就是什么叫做交叉销售。在交叉销售方面呢，我们的行销专员会针对刚刚呢购买产品或者说服务呢，另外再推荐顾客一些配备
或者是一些互补的一些商品。如果说你是在一家麦当劳用餐，这个时候服务人员呢，他的一个交叉销售就会问说，你要不要再加点一份薯条，或者是说呢，你要不要再加一个苹果派？如果说你是买玩具火车，那么运用交叉销售，那么行销专员呢，他也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买其他的附属配件？你是不是要多买一个电池？那么交叉销售的方式呢，对于顾客刚买的商品一定要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它是一个附属品啊，它是一个互补品，这样的话呢是特别的有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升级销售。那么升级销售和交叉销售呢也是类似啊，都是用于呢发生在刚刚完成一笔交易之后。那么升级销售呢是在指说顾客如果说他在增加订单的数量，或者是说呢在升级刚才所说的那个套餐的组合，我们会给予他一个价格上的优惠。升级销售呢所增加的消费金额呢通常不会超过原来订单的25%。因为大多数的顾客呢在来之前呢就已经先设定我们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预算。例如说有一些设备厂商，他会在产品成功销售之后呢，用延长保固期的方式呢来向上呢再升级来做销售。升级销售呢可以被视为是提供商品升级版本，以及能够呢更满足顾客的需求的一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推荐大量下载语音档案的手机给顾客，来升级呢它的一个记忆体的容量，都是一些例子。好，谢谢尹老师说明。那么利用电话当客服工具啊，提供免付费电话也是很重要的。行销的时候呢，给人印象占了成功的一半，而免付费电话就代表公司形象。那当然这些号码通常都是以0800开头，可使电话连到客服部或是总机。那客服人也常利用免付费的电话来进行电访顾客的需求的一些工具。那虽然免付费电话和互动式语音应答系统提供很大的好处跟便利，但是如果使用起来没那么友善，反而会惹恼顾客。试想，如果你陷入一个自动语音应答系统的回圈当中，一直没有办法来跟客服人员对谈你特殊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不在它的这个 Q&A 的题库里，那这样肯定会因为这个很烂的系统设计而让客人感到非常的生气。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利用电话行销。那么电话行销专员的工作是打电话给潜在或现有顾客去推广他们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包含进行市场调查，请求可能捐赠慈善事业，安排产品展示的机会，或者可能是为政治候选人拜票。那他们带着电话名册与资料，以及预先演练好的脚本，那么通常一天重复性的打了很多通的这个行销电话，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正在做什么。那么电话行销专员所以要挑选一个适当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像是避开用餐时间。那么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要先解释打来的原因和询问对方是否方便讲电话。如果不方便讲电话，可以询问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那关于电话行销应用的一些建议与相关的观念呢，我们再请尹老师来继续为我们说明一下。是的，就第一个呢，我们在对电话行销的建议，在打电话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预先的排演然后呢找到重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使我们呢更有效的来传递我们产品的讯息。如果说我们打过去的目的是要讨论产品或者说是服务本身，要先了解产品给顾客的好处和优点是什么，跟别的竞争对手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在电话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用一些友善专业的语调，而且呢不要太随便。如果说你传达的资讯不受对方的欢迎，也千万不要坚持因为这样一定会惹恼我们的客户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来谈一下电话行销的优点。因为电话行销呢是需要透过电话个别跟顾客来对谈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蛮昂贵的，但事实上呢并不会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电话行销中心的建制，它是很快的，而且呢成本不高。第二个，比起业务员直接的拜访面销，电话行销呢反而更为有弹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销售结果呢是比较快速，通常可以直接的反映在订单的增加上面。第四个，相同的员工呢可以执行各种多样化的功能。而电话行销的专员呢也应该具备有下面的一些观念啊，这可以使我们呢更容易的达成我们的目标。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在每一通电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确认说他们对于我们谈话的话题啊，我们谈话内容呢是有权来做决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每一通电话呢都要展现出你对对方的一个重视啊。第三个就是要记得我们要聆听啊，不要说随便的中断对方的讲话。那么第四个呢，就要持续啊，但是呢不要强迫。第五个呢，就是要把人从怀疑啊变成相信啊。我们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第六呢，就是被拒绝之后呢啊，我们也不要气馁啊，应该很快的要鼓舞自己，恢复我们战斗的这个精神。那么第七个呢，就是要向对方展现出我们对自己公司、自己产品啊，我们提供服务的一个自信心。好，谢谢严老师说明。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有效的使用这些目前现代的智慧型手机的一些技巧。那么担任顾客服务工作啊，将会很频繁的使用电话，因为这会是接触顾客是很快速的便宜的方法。然而如果是这个不适当使用电话机呢，那么的一些特色功能，那么这些电话系统可能就会惹恼顾客。我们有一些建议啊，可以让你来友善的使用你的电话系统。第一个，你可以考虑扩音功能啊，如果只有在你跟你顾客需要在电话线上，那当然不需要只用免持听筒的这个扩音功能啊，只有当许多人在一个房间一起参加通话的时候才使用扩音的功能。那这切换成扩音功能的时候，当然要先取得顾客的允许。那么假如获得允许，你就可以先清楚有多少人在听，有多少人在参加。第二个就是有关电话等候，虽然电话等候功能呢也许是这个私人电话不错的机制，但是对于工作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几乎啊所有客人对于你跑去接其他电话而要求他在线上等候啊，都会感到不开心。特别是啊，如果这通电话还是你打去了，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这样一个，这个在忙线的时候能够转入自动语音系统的一种服务功能。第三，语音留言。那么最好每天花点时间去更改你的语音留言，是设定还有招呼语的一个设定方式，并且呢指出你是否在办公室，何时可以回电，如果可以的话给紧急的来电者可以找到你的一个方法，如果不行呢就留下同事的姓名电话请他代为处理，并这个确保你的这个录音留言呢是简单扼要的。第四呢是运用网络会议，那么在网络会议当中的参与人运用网络电话或者是手机的功能，在电脑萤幕前跟其他人借由 Internet 的视讯，那么视讯的时候可以帮这个将这个广播功能影像传给其他人共同来参加会议。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谢谢同学们的一个收看，再会。